前是 Everest 的这个冲球，他当然是冲的还不错，而且看到母球控制的也很好哈，有球进的，现在 Everest 取得6-4领先的。Mano Manano 在这次比赛呢可以说是令人印象深刻，不过他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位大家来说。那 Everest 在菲律宾毕竟是老大哥， Mano Manano 要向老大哥来挑战并不容易。 Everest 选的大花，其实 Everest 呢也会紧张哈，在比赛场上。那当时他在90年代呢，在美国呢是一鸣惊人，赢得了许多的比赛跟奖金。但是在8号球的这个比赛当中呢，最后是由 Mike Siegel 来终止了他在美国的一个连胜。那当然 Mike Siegel 也进入了这个名人堂，但是 Mike Siegel 呢在94年的时候呢曾经已经宣布退休，所以他这段期间呢多半是担任这电视的这个球评，或者是担任这个杂志的封面人物哈，以及推广这个花式撞球的运动。所以真正在竞争的这个比赛，国际花式撞球IPT 这个组织成立了。那希望哈，就是Mike Siegel 呢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先举行了一场，就是 Mike Siegel 呢对上女子选手呢这个 Rory Jones 哈的那准备停牌了。他的同乡的小老弟Mano Manalo 恐怕在这个比赛场合这么大的情况之下，会不会要把机会做给家乡的老大哥 Efren Reyes 魔术师。但现在这一次的冲球无球进的 Mano Manalo 要上来咯。 Mano Manalo 一开始呢是4-3领先，然后接着下来是连输4局， Efren Reyes 等于后来居上。 Manalo 上来好像也并不是很喜欢，也还在犹豫着到底要选小花大花，看起来准备是小花。他现在可能连小花也不太好选择，真的这时候很麻烦了。他在瞄着，现在还是一个 open 的一个球局，不过他是选13号球吗？结果这个 Efren Reyes 其实运气不差哈，他这个冲球无球进呢，对手已经上来了，可是没想到呢这个马拉罗反而是没有球可以打。哇，这真的一般说来有一些选择了，如果袋口附近有球的话就选择那个花色的球，那现在哈没有，又没有球进了。没有球进的情况下，哇， Efren Reyes 呢上来了，但是 Efren Reyes好不好选呢？这也很难说。我们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当然这个情况呢，8号球差一点点打进啊。那么刚刚的情况如果进的话呢，他就输掉这局了，以及输掉这场比赛了，这是违规的。那刚刚呢，他选择的是大花，但是只有在冲球之后，在开放球局时呢，可以哈、啊、先集这个别的球，然后呢去 kiss 那个他所选择的大花球。那现在 Efren Reyes 呢，好现在这个大花哈，他选择大花之后哈，那现在有两颗球呢粘在一起，一个小花一个大花，这是比较麻烦的部分。不过他先解决其他的球，看能不能哈这个 kiss 开来。他尝试着想要把这个两个球给撞开，可是还散开来了哈。两颗球连在一起呢，会对 Efren Reyes 之后接下来的处理构成一定的麻烦，但他先解决其他的球。这种长球哈， Efren Reyes 状况不错，然后还做了相当好的一个大花。现在 Efren Reyes 呢有机会哈，他现在做一个拉杆呢。现在这个地方
觉得是不是又有点犯了一些小错误呢 ？Alvarez 自己在苦笑，看起来哈、哦，接了下来这球不好做。但其实看一下，有没有办法撞开？现在这个剩下的这个大话，当然下边呢，还有这个14号球呢要处理，先打好再说。但那个13号球啊，跟5号球连在一起。这种长球和 FN Rush 呢，可以说非常好。FN Rush 现在这球我看一下哈，相当的棒哈。你看做科星以后，他当然会不会考虑要选择做中带，不过由于他的母球啊被2号球给挡了一下，所以现在他现在准备要灌球，他准备要灌球哈，这进右上角那个底带，他准备灌球。相当接近了了哈，已经，不过这时候只能苦笑，因为母球控制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两个球呢粘在一起，相当麻烦。不过他很，至少哈没有违规，很干脆的打到大花，这大花呢差一点撞1号球，可以斜进了，但是没那么运气，没那么好的事情。那即使马拉罗上来的话呢，1号球跟2号球也并不好处理，另外这边4号球、7号球，所以小花确实是不好处理的。那现在这时候看看马拉罗怎么做选择了。目前是7-4 Evan Rush 定牌了，但这一局马拉罗恐怕也不好做哈。像这4号跟7号啊，4号跟7号当然呢是并不好处理。先呢打这个2号，2号球也没进呢，这个球怎么会这样子？当然是在压力的情况之下哈，而母球也要控好的情况之下呢，当然 ，FN Rush 上来以后哈，恐怕也不是特别好。那13号球还是被这5号球给挡到，所以是准备要先磕星。FN Rush 也不好过哈，所以这一场比赛呢，反而在这局两人呢上上下下。马龙马拉罗刚刚这2号球没有进中带，看起来哈应该没问题了。而且最后呢，母球做到了8号球这里呢，完全散开了所有的小花画。FN Rush 魔术师呢挺进到了最后的冠军决赛，也并不让人意外。魔术师 FN Rush 状况正好的时候，现在准备向巅峰来挑战，剩下最后一个障碍，他就要爬到峰顶了 ，King of the Hill。